真是太兴奋啦！迷人的黑道故事《人中之龙》系列，官方也宣布要中文化啦。而且呢，期待已久的宣传影片现在已经呼之欲出喽。那就一起来看看四世代的《人中之龙》最新画面吧。由 SEGA 所带来的《人中之龙》系列最新作品《人中之龙》零饰演的场所终于公开宣传影片啦！故事将设定在1988年的东京，独眼真岛吾朗的传奇故事，与衔接历代主角同生一马7年前的传说开始。官方也公开了经营各式事业系统，像是酒店经营与美女赌博竞技，战斗方面也更加强化了干架招式等战斗系统。游戏即将于2015年发售，令人兴奋的是，官方更是首次贴心的中文化，玩家们不久将可以无语言障碍的体验《人中之龙》所带来的迷人黑道背景。想知道更多电玩情报，别忘了锁定电玩宅速配报道喽！